家里面有很多的手艺特别棒的就小伙伴，就比如说像 Jeffrey 就很会做，然后这两位蓝衣服的不用想，蓝衣服不行，蓝衣服的做的不太行。他说你小话，我特别会做，就是其实基本上每一次都是你说一道菜，然后我就基本上可以做啊。我猜一下他的，哎，你猜一下他的职业，五星大厨嘛，这都说了吗？五星大厨那倒也还没至于啊，就反正你猜一猜。健身博主。为什么会是这个反应啊？快 muscle 秀出来好吗？快，这为什么会猜到健身博主？对，为什么是健身博主？不知道，因为你跟我认识的一些健身博主是一款。好，揭晓吧，揭晓你程序员。啊？程序员？你程啊？我真。你格子衬衫呢？哇，真的，哎呀，你真的是。